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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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现在讲端出这个自心力难度啊，这个略作光速当中呢，现在讲的是光速，光速也是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二者也是分二，其中呢就讲的是就无有缺漏之因啊，就讲无漏缺有之因，那么这个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第一则端出难行之畏惧，也分为这个先速邪念和端速邪念，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若言无不为，须舍受阻挡。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就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听到大乘佛法的这种六度完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尤其是我们这个大乘佛教当中呢，要这个强调修学佛法
发大乘菩提心以后啊，就在这个漫长的修行道路的当中，需要这个布施自己的徒母老岁啊、妻子儿女啊等等，那么这些话听到之后呢，就是有个别的有些这个非大乘根基的，有些这个小乘根基的，有些呢就是对整个这个佛教一无所知的有些人呢。 就他就提出这个疑问，他们就是说呢，就是如果这个，就大乘这个佛法里面所强调的这些呢，要我们这个实践当中这个心思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你这样的这种这个，比如说身体不是身体啊，或者是将自己的一切都是舍给这个其他的众生，还有在漫长的这个三个阿僧祇劫当中积累资粮做苦行等等。 这些事情呢，就是一般的这个人难以想象啊，就所以呢，我们一般的人就根本没办法就做到，就没办法这个做到的。比方说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布施啊，就是把一根号码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各一块如呢，也是对我们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说呢，就是大乘这个佛法的这种道理呢，很难以接受，就是有些人就提出这样的这个疑问。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端出这样的这个些念，就是分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就第一个呢，就是以这个观察而端出和以修行而端，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我们就是以观察而端吧，就是讲这个道理。舍美庆与种，于则突自为。那么这个是就对这个对方啊，就是进行这个回答的。回答的内容呢，也就是说。 虽然你们有个别的非大乘根基的人呢，就是出这种这个难题，也是这个情有可原的，因为你们呢，就是根本不了解，所谓的这个实践当中的痛苦的，这种这个轻微和严重啊，就是这个痛苦的这个轻重和痛苦受苦的这样的这个有意义和无意义。 还有这个疏忽的这些事件的这个长短等等啊，这些呢就是一无所知，就一点的是不了解，所以呢就是心可开合，就是说是大乘的这种这个佛法是如是甚奥，我们一般的人是根本没办法接触啊等等。这样以后呢，这些这个疑则呢就是一蒙道蒙，就是最后呢就是这个是其他的这个人呢就是侮辱这个气托而已。实际上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这样就是自己这个委屈怯懦。 啊，就是恐惧，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下面呢也会这个宣说。
其实这个佛陀给我们所开示的这些教言呢，真正你去行持的话呢，大乘这个佛法呢，根本不需要这个害怕的啊。就是现在实践当中也是的的确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呐、啊，就认为是啊，这个学佛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呐、啊。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戒条啊，就是戒条要这个遵守，就是不遵守的话呢，就是堕入这个地狱的。还有一些这个出家人的这种生活呢，也如实的这个艰苦啊，就不管是吃的、穿的、住的，以及这个方方面面的生活，自己当就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困难，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顾虑，也就是怀疑，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担忧。但是呢，这不过是我们就是不了解而已。真正是了解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最严重的、最痛苦的，就是还没有这个学佛的人，还没有这个出家的生活呢，真的是整天早晚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就受着这个严重的这个痛苦，但是自己呢，就是还不知不觉的抱上就是各种这个这种抱上就是所有的这种痛苦。所以我们呢，如果以智慧来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佛教里面所开示的这些这个不管是戒律也好，有些修行的次第呢，一点都是这个不困难的。就不困难的这个原因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呐、啊，所谓的这个出家的话呢，他自己也是就是愿意做这一条路，而且呢，就是自己不管是对这个人也好，对财物也好，就很多方面呢，就是已经看得破，看得破了以后，就是自己以这个明智的这个就也就是说是以三藐的智慧来进行抉择，以后选择了这一个殊胜的道路，就所以说呢，一般来讲是不会有这个困难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佛教当中的人和苦行，人和这个修行的话呢，它有它的一种这个非常殊胜的一种方法，因此呢，就是不会有困难的。无量具足戒前凡数，前凡数个劫，持少啊，就持少部分戒，仅有未正觉。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没有这个三教分析，这个轻微的痛苦和就是重大的痛苦，就是那么哪些是这个？就是比较这个重大的痛苦，哪些是轻微的痛苦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析，有些人刚才不是担忧，就是害怕这个入了大乘佛法以后呢，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受的苦太严重了，所以不敢这个进入。但实际上是这是对方的一种愚昧无知而已。实际上你真的这个去入大乘佛法和没有去入大乘佛法的这个差别方啊，就是进行分析的话呢，你没有这个入大乘佛法呢，就是痛苦是更严重的啊，就更严重。如果你没有这个入大乘佛法，一点痛苦都没有的话呢，那当然你不学佛也好，不进入大乘是都好的，因为你就不会受痛苦的。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详细观察的话呢，并不是这样的啊，就这个痛苦是极为严重。怎么会严重呢？
我们啊，这个众生呢，就是无始以来，就是在这个轮回，这个满目遍地的这个轮回苦海当中呢，就是一直这个漂泊，一直在这个流浪啊。所以呢，轮回呢，就是绝对不会有这个就是这个开始的啊，就是不会按照这个先宗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不会有这个开始的。所以呢，就是龙王菩萨的《报梦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六道呢，就是生死论，无初中后啊，就是无初中后转。那么就是从我们无始以来到就是一直这个扭转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当这个做人就是感受痛苦，做这个旁生恶鬼以及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堕入地狱当中的感受的这些痛苦的话呢，那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这个表示啊，在这个千百万这个句子界的话呢，千万界啊，就是千万界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是三番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是，在这个无法忍受的地狱的这种这个火热当中啊，就是在地狱的这个火热当中呢，被这个阎罗族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个啊，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看切，或者呢就是用什么各种这个兵器呢，就是刺伤用地狱的这种这个火呢，就是这个燃烧或者说是用一些燃烧的铜髓铁髓呢，就是灌在这个地狱众生的口里面，以及呢就是用这个锯子、用刀子等等。各种兵器呢，就分解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后将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全部这个粉身碎骨。那么这样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地狱里面数无量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如果这样的痛苦是对我们的这个未来这个解脱或者说是积累质量方面有一点意义的话呢，也可以值得啊，就是值得这个感受这些痛苦。可是你真正是动到你的人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痛苦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呢，就是在轮回当中就是没有一个不熟的这种痛苦啊，就是都这个就报上呢所有的这些痛苦。可是这些痛苦呢的的确确有毫无这个意义，毫无这个价值啊，就毫无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这个成为就是屈辱这个菩提之道的这个因就反而呢就是在轮回当中这个越来越这个沉下去的一种这个因。吾今修菩提，此苦犹现起，如为初复即沾受尿个苦。那么我们这个今生当中呢，就是这个如果发了菩提心，去入大乘佛法的话呢，其实这个痛苦跟前面的这个时间里面轮回时间轮回当中的这个痛苦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为了这个修持大乘这个菩提啊，而这个发不上圆满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苦数呢
就比较这个近，比较近，就是怎么会近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就首先这个发心的色为呢，天遍无际的一切这个众生，二这个发心，然后呢就趋入菩提之果，就开始呢就是积累这个资粮就是做这个六度完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这个痛苦呢？就是当然是有一些痛苦你布施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布施财物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是舍不得啊，或者就是你持戒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时候就是严肃戒律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感受这个痛苦啊，或者你这个修安忍的时候也好，这个修精进的时候，修安忍的时候就受到这个别人的这个损害的这种痛苦啊，修精进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自己就是没办法对着自己的这种难度心啊、损灭心啊，当当当，就是有一些这个痛苦。可是这些痛苦的话呢，应该说是从这个时间方面来讲呢，还是有这个限度的啊，就是我只是在这一辈子或者来至菩提国之前短暂的时间里面，我这个受甘肃痛苦呢，并不是就是来自这个生生死死永远的永远啊，不是这样的。从时间上也是有一种这个限制，然后从空的这个痛苦的这种轻重方面来讲呢，比地狱的痛苦啊，比那个恶鬼的这些痛苦相比较起来，我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大乘修行当中啊，就是甘肃的这种痛苦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就是根本就是就是没办法就是与之相比拟啊，就是没办法这个相比拟。所以说呢，从这个时间上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差别，然后它的这个体型上呢也有这个差别，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从意义上就从意义上有没有差别呢？现在我们这个为呢求得这个菩提而做的这些苦行呢，来自生生世世是对众生也是有相当大的意义，对自己来讲呢，苗头生死方面有非常大的这个意义就所以呢，就是有意义上面就是有很大差别。所以呢，我们应该从方方面面来比较分析的这个自己，一定会是想我还是要去入这个大乘佛法，一定要就是发这样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这样的这个小小的痛苦呢，其实就是能这个牵出就是重大的这个痛苦。他这里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比如说就是为呢就是牵出就是牵出一些这个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些这个疾病啊，或者说是一些中有的这种这个痛苦呢，然后我们呢就暂时愿意接受什么，就是愿意接受这是一些治疗的这种这个切割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做一些这个手术就是等等，就是这些这个痛苦就是愿意这个接受的。一切一小苦了之，临贫处为灭中苦果就中苦果，当人修行苦。
那么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些这个医术高明的这个娘医啊，就是医生的话呢，他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就一些这个病人啊就是有些这个为了一些这个病人呢、啊、他以这个就是以小小的一些这个痛苦，也就是说是在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比如说做一些这个手术啊，或者是做针灸啊，或者是通过一些这个药物啊等等，就是暂时呢对这个病人来讲呢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这个输液啊，或者说是这个打针啊等等，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平时身体没有任何这个干涉与相比较起来的话是有一点的痛苦，但是为这样的一个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痛苦呢，实际上是就是治疗就是他的这个非常严重长期受苦的这个疾病啊，就是治疗这样的疾病的话呢，那么不管是任何一个患者他愿不愿意这个接受呢，肯定这个愿意接受的。那么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也是为了就是断除这个长期的这种疾病痛苦呢，也有一些这个小的治疗这个方法，就是这种感受呢，就是谁都愿意接受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就是为了就是利益啊，就是三界轮回当中的一切这个众生，让他们呢就是圆满，就是获得这个快乐啊，就是离开一切这个三界的各种这个痛苦。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就是暂时呢甘肃一切这个痛苦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那个修行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呢就是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困难，就是心里很痛苦啊，或者说在你修安忍的时候呢，就是受到别人的这种这个危害的时候的心里就实在是忍不了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痛苦呢，应该说是能这个接受的啊，就应该这个能接受的。因为跟前面的这个无始以来在沉溺在那个轮回当中的这种感受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暂时我们这个修行当中的这种这个困难或者是痛苦呢，就是不算什么，就是不足挂齿，应该说是非常这个简单的了。就这样以后呢，每一个就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的，我相信肯定会这个想的。就因为我们人呢，就是方方面面的问题会这个分析的，会思考的。你既然这个思考的话呢，那么你这个屈辱大乘好还是不屈辱大乘好？那么屈辱大乘的话呢，的的确确也是有一些这个痛苦，有一些这个困难，就是这一点也是事实。但是呢，就真的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屈辱大乘，永远都是沉溺在这个轮回的苦海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这种痛苦，就是谁能衡量啊？谁能这个说明说啊？就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大乘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知道自己所选择的这个道路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正确，就非常的正确。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修习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这个遇到一点点的这个违缘，遇到一点点的这种这个不顺利呢，然后马上退失信心了啊！我离开这个什么道场啊，我这个不现在不继续修持啊，我要开始这个当一个道士啊，就是继续就屈辱道教啊等等，就是那这是这个非常可怜的这种说法了，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个稳固的这种见解的话呢，真的是那个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对这个佛法的这个见解上啊没有就是大乘文骨的基础的话恐怕经常呢就是也会就是飘飘悠悠的，就是自己呢就是无法这个固定，就是这就是自己的这个见解还没有得到文骨。
凡常次了法，良以皆不勇，巧使欢咬访，了指诸苦疾啊，就是诸苦疾。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当然就是前面也讲了，就是从总体方面来讲呢，就是这个实践的这种这个痛苦和然后这个学习大乘佛法以后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实践的痛苦呢，就是就极为严重，而这个佛法的这种痛苦呢，就是并没有那么严，就是并没有那么这个就是严重可怕，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了。然后从某一个角度来，就是某一个这个角度来，这个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佛陀所讲到的这些这个苦行的这种感受啊，就这种痛苦呢，就是绝对没有这个实践的不管是这个医学方面也好，实践上的任何这个手段呢，就是做比喻的这些道理呢，就是没有这么大的这个痛苦啊，就是实践上呢，就根本实践上呢，就是往往都是有这个更多的痛苦。那么这个道理怎么样理解呢？就是凡是就是我们这个平常的啊，就是凡常的这些治疗法，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吃药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针灸啊，当就是做各种这个理疗啊等等，就是这些治疗方法。那么这些治疗方法的话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当然是非常的这种残忍啊，就是恐怖粗暴。我们也知道每一个道友啊，就是在这个生病的时候，尤其是遇到一些那个不太好的这个医生啊，那么就是不管是他打针也好，就是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就是极其可怕的，就是就非常害怕。就是首先作为一个病人的话呢，看这个医生呢，就是刺不刺。就是他一直要看他的念，就是如果他是比较慈悲的话，那就是心里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觉得就有一种安慰感。如果这个医生呢，就是就看了以后都是有点这个就带有一种这个恐怖的这种联想的话，那就是大家都非常害怕。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但是我等大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实践当中的，就是应该一切众生的这个治疗，一切众生的这个身心疾病的就是良医啊，就是那么这个佛陀良医呢，就是并没有采用就是我们实践的这个医学里面所讲到的那样的这个治疗方法。对这种痛苦呢，就是在这个良医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在有关这个大乘经典当中根本就是没有给我们这个宣讲，而是他的这种布施或者是说遣除这个众生的这种烦恼的方法的话呢，就是非常的一种这个温和的这种这个措施啊，就是温和的这种措施，而且呢，就是让我们就是做起来的是简便易行的，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痛苦的，不管是心思任何这个六道顽心也好，对治自相欲当中和众生的这些烦恼呢，都有啊，就是非常这个三巧的一种这个方便方法，也有很这个就是奇妙的这种这个智慧来这个摄持。有了这些智慧和有了这些这个方法以后的话呢，那么做起来也是根本不会这个痛苦。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n.